Good morning, Judith，又是个早兄弟姊妹，大家嘛够早。下早起，和咱三个做伙来看诗篇39篇第六节。世间的行动亲像幻影，因无形，真是枉然。积聚财宝，毋知将来有啥物人要来收取。咱做任何代志，拢爱掌握分寸，若无，真容易就画蛇添足，物极必反。如果主管若是有错误，咱发现了后，给暗示一下就好，莫伫众人的中间来提出，那安尼就有失分际。喷水喷一个两个就好，那无规罐喷出来时，就失了分寸。工作嘛，同款，工作适当的无闲就好。如果若毋是真迫切的时，无需要来。但是今仔日一定要甲伊完成，明仔载会当完成诶，咱就会当明仔载做，无需要来通宵规暝无困，毋通将一日当做三日来用。每一个人，咱拢有一个心愿，就是要紧将代志做完成。代志一日若无做完，咱就无法度得到解脱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你捌想过无？有将说你咧看电视，你咧上网诶时阵，厝人拄好叫你食饭，你诶本能就甲你讲一句：等一下。究竟要等偌久？你这个拜六要出去打球的时阵，你囡仔讲爸爸陪我一下，你讲什么？我无闲。所以兄弟姊妹有阵时，你都爱停落来，爱想一下，爱学晓这件代志，敢遮尔啊重要？这件代志甲这件代志中间，倒一项是重要的、紧急的，然后会当等的，甲袂当等的。咱需要一个平衡内心的世界，莫互即个无闲的工作来扰乱着咱的生活，莫想讲所有代志拢要一气呵成，安尼真正会影响着咱的健康，更毋通互紧张、烦恼来影响着咱。所以伫即个所在讲，世间人行动，亲像幻影共款，因非常的无闲，真是枉然，是指着遐个无有计划、无法度掌握着分寸的人，所以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求上帝予咱有智慧来安排，并且做对甲好的决定。你愿意吗？咱来祈祷，特别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帮助着我，知影要安怎来安排着我每一日的生活，予我无伤过头无闲，也无予我伤过头繁担，予我知影要安怎掌握着迄个分寸。求你会亮光伫我的中间，改变着我，引导着我，感谢你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，加你的一家。